雪儿啊，锦衣就把你送到这里，以后你自己要多保重啊。兄嫂子，怎么不多留一会儿呢？今儿可是个好日子，不过我们还得到别的地方去。哦，不好意思。不套，自己人，不必客气。好，下次有机会咱们再慢慢去。好，那再见啊。再见。这里到一边玩去啊。哎呀，这车碰着了。哎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我找人。你找谁啊？于伯涛。你找于伯涛？切，你是小妹妹，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，可是我妈妈说她只要看了这封信就知道我是谁了。你妈叫什么名字？姚可人。苍天有眼，我姚可人大难不死，劫后余生，替余家生了个孩子。在你面前的就是你女儿，我给她起了个小名，叫雪儿。本来我想把这个秘密保存一辈子，不去打扰你，可是我现在自身难保，不想他跟着我受罪，所以我把他送还给你。毕竟他是余家的骨肉，我相信你会善待他。伯涛，孩子是无辜的，如有幸让他认祖归宗，客人感激不尽。还有一句话埋藏在我心底多年，那就是我从来都没有做对不起你、对不起余家的事。会让她成为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，所以我就爱上你了。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是锦姨送我来的，我们坐了好久好久的车才到这里。锦姨，陈锦，她是在哪儿？她送我到门口就走了。那你们家住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你今年几岁？我五岁。五岁。六年了，时
真是我的女儿吗？陈叔，哎，老爷，帮我指挥大太太，别惊动任何人。好。哟，张老板，好久不见了，好见，你好吗？谢谢你啊，谢谢。还这么年轻，这么漂亮啊！谢谢谢谢。家庭这么兴旺，你真是有福啊！谢谢，快谢谢你们招待客人啊！谢谢谢谢。好久不见呐！是啊是啊。为你帮忙。不要客气啊，吃好。这么说，当年真是一场误会，可人是被冤枉的。天哪，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真是罪过。雪儿，想妈妈吗？嗯。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，我就帮你把妈妈找回来。嗯。你记住，任何人问到你妈妈的名字，你都不能告诉他们。只要你听话，我保证你和你妈妈很快就可以见面。真的吗？当然，来，我们拉钩。嗯，伯涛，有什么事吗？把门关上。啊。哎，这孩子。这是我朋友的一个孩子。最近他们家发生了变故，暂时托付给我。他或许要待上一段时间。啊，这孩子挺招人喜欢的。你帮我照顾他，别让他乱跑。你放心吧，我会的。雪儿，这是许姨，你跟他去吧。嗯。你叫雪儿。嗯。多好听的名字啊，是不是你妈妈给起的？啊，那我先带他下去了。啊，麻烦你。雪儿，跟我走吧。嗯。陈叔。哎，老爷，你叫我。你还记得那个大江南剧团吗？啊，知道。那不是三啊，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吧。我有事要找陈姐，麻烦你帮我跑一趟。没问题，我明天就出发。现在就动身，一刻都不能耽误。啊，是，那我现在就去准备。嗯。